今朝替下杨师傅除却尘劳不尽身，圆顶方桃身向现，法王坐下又天尊，安喜殿中那个那还能散金刀剃取，金刀剃下扬声法，除却尘劳不尽身，圆顶方桃身上现，法王坐下又天尊，安喜殿中曼陀那华陀的三宝座，安喜殿中曼陀那华陀的四宝座，安喜殿中曼陀那华陀的四宝座。金刀剃下扬声法，除却尘劳不尽身，圆顶僧袍方袍身上现，法王坐下又天尊，安喜殿中曼陀那华陀的四宝座。